王总，我想请病生个假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请你生的病，不是，我想请申请来个例假。哎哎，申请个假。啊，我肚子疼，我真没装病，王总。啊，谁要是没病谁是孙子？不是，我说谁没装病谁是孙子？我是说你装孙子，你，我说你有病。哎呦我的妈！嫂啊好子，不是，你好嫂啊宝子，你好啊嫂子，啊，找王总是吗？他出去了，我看见他把钥匙揣到裤裆里了，裤兜里了。什么？有人传我俩的谣言？这不是谣言，这我这不可能，嫂子。啊，我瞎呀，我能看上他？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我说也就是你能看上他，不是，哎呀，他瞎呀，能看上你？不是，哎呀，我说你是不是瞎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啥也不是。喂，哎，黄总，我想让你帮我办个停职留薪。不是，我想办你停职留职。啊，我想进去修你。不是，学习修理你。哎呦，进修学习。你不是说没有金箍棒别揽瓷器活吗？没有蓝牙棒，没有你不是没有钢？不是，我想学成之后再回来报复你。哎呦，报仇！报仇！我想报答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啥也不是。喂，艾领导，计算器我准备好了，您算什么东西呀？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我是说你是哪个算呢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别算，你别装，我帮你算吧。嗯，哦，您是说昨天部门聚餐 A 的费用是吧？我记得您是比250差一点，不是差一点250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领导，我说费用钱。没有状态，没有状态，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您可比250强多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喜路免费视频群社区，右上角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输入喜路，关注喜路后进内部群。